谈恋爱不能谈的没自己了，姑娘把自己丢了就不可爱了呗。哎呀，都面对一下，爱还是不爱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有的时候只是想骗自己。我看你们俩活得都不快乐，何必呢？好了，下面的时间留给。觉得你现在真的是太自我了，你这种自我已经没有办法让我接受。你总是和一个女孩没有保持适当的关系，而且从来都不为我们就是之间的交往做出任何的让步，也从来不跟我妥协。我现在真的是要好好想一想。我觉得咱们之间很多事真的没有这么严重，我觉得我有些事情还是可以为你改变的，我还是挺喜欢你的。我觉得希望我们还能继续下去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哎，他们的选择，请。真的浪漫，各位请见证。有网友提问，涂老师你好，我是做绿化工程的，平时工作非常忙，我老婆现在怀孕在家，她一点都不体谅我，经常以各种理由和我吵架，每次吵架都会惊动我父母，要不就是闹着回娘家，弄得我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工作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具有无上的权利，而孕育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，所以不管工作如何繁忙，在这件事情面前都不值得一提。